文化的这样子的一种现状啊，也是感到非常的惊讶，也非常的佩服。那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去做一个文化的传承，甚至是文化的交流，我也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祝福他们的这个活动能够顺利圆满，这也是我们愿意提供赞助他们能够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，因为你把两个乐队凑在一起，然后你要去在中国去这些师傅的故乡中国那边表演给他们看，还要征服他们。我们需要不同的艺术，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。未来音乐这条路啊可能也就像我们的郑老师所说的，未来这条路呢，它也未必是一帆风顺的。为了一些理想，为了自己的一个梦想，可能未来我们会面对更大的挑战。但是我觉得人生本来，就是应该要接受挑战，而不断的勇往直前，这样呢才能够体现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自我的价值。所以我还是勉励我们的所有的鼓手。也非常欣赏我们所有的鼓手在这段时间里面，自己本身争取自己的这一个爱好，争取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，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赞扬的。继续加油吧。因为台湾现在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学习的音乐的活动也非常的广泛，就是包括打击乐器都是，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种赞助，我个人就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希望有